这个我知道它在里面，打开了窗子。妈。哎，沙巴蒂。哎，妈。哎，他妈妈还是在家里，还有个亲戚。哦、哎，麻了麻了。嗯，沙巴蒂。干嘛不了？嗯，嗯，喝酒。嗯 ，OK， 十万老币啊，嗯 ，OK，OK。拜拜。拜拜。进号了吧？羊。羊不得进号。今天没烧。哎。没甩也不得进。嗯，他说没有什么东西吃。他家里这里有个床铺，这个谁睡的了？等下铺在玩运练。没有人睡这里。路派叫白水了。路派呀。嗯。哎，妙。哎呀，这个是他媳妇啊，看起来好像老了很多哟。今天是我们的国庆节，我希望在我们，国人过好日子的同时啊，也能想到我们国外的这些友人啊，生活在艰难中，所以过来看一看。点点还点肉。少点开。少八个，少八闹开。嗯，他说在去外面找点野菜，找点笋来卖。又没看了，嗯，又分吃完。他别卖了吧？嗯，哦，别卖。啊，他这个路重新修过了。他说我没有开车下来啊，我说不知道。嗯。点点阿麦还能有阿麦？麦呀。啊。不要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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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买。嗯。练不了了，不买。嗯。那边录了吧？娘。嗯。娘不得录。因为你妈。他这个妈上面好像是不是没有生育能力了？好像听他说过。阿英呢？阿英还能有？能啊。嗯。能摆。哎，还靠还是离开？嗯，还是你胖。婆老还能有？婆老还难。婆老不没还他母吧？没没人呢。我没人。没人呢，还了了吧？还。还了了吧？嗯。还了了。嗯，了了。还了不得呢。这是他们的打的水。嗯，老婆，你看，你变老熬了。嗯，不熬。哈哈哈哈哈。熬了地不？他们问阿贝是帮我工作还是我，还是已经嫁给我了？阿贝说没有啊。这是他们的厨房，我记得很清楚啊，前年了，在这里烤火。妈上面叫我说咕噜嘎。也有很多网友啊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学会了这个苗语咕噜嘎是什么意思。我们爱心网友捐款给他建的厕所。
这个厕所终于不要锁上了，因为里面值钱的桶已经没有了，所以也不怕别人偷了。这个就是他们家里冲厕所的水。这是后面的邻居阿丽家，有一次有一个上海的爱心大哥捐款5000块要帮他家里打井，但是给他的那个所谓的男朋友给破坏了，后来这个钱退给人家了。这个厕所我在这里跟进了好几天，然后找人挖坑啊，然后天天守在这里啊，还买了好多次鸡吃。这是对面的邻居村民，我们也多次在这里评估啊，他家里能不能打井，甚至一度资金都差不多到位了，但是很遗憾，他这个钻井需要一个6米乘6米的这个平地才能架设备，才能钻下去，这个地方不符合条件呢，所以说这个井没有打成。我到那个小溪边去看一下。这里本来有一条直路下去，但是给对面邻居围住了，我们只能转着走这边，再从这里下去。走吧。马上面和他妹妹好多次在这里冲凉洗衣服，我在这里拍了他好多期啊。这个井现在也废弃了，锁起来了。我叫阿贝下来看一看。我从这个下面上来，他家里应该只有一个风扇，目前没有看到其他地方还有风扇。什么จับมือจังได้สุดนึงเป็นเดือนที่ถ่ายแต่เมื่อสู้นั้นเป็นเดือนอาเป问他那个吃饭他们怎么吃，这个是哪里来的，他们说是市场买的，他说找一点钱然后就去买个1公斤2公斤3公斤，然后吃完了可能再去重新买。麦上面的妈妈说他是主要是在山上找笋嘛，这个能找到的笋也不多，而且很多人去找，1公斤就是卖5000老币，一天的话就是能找个4公斤5公斤，可能卖个2-3万老币，可能买个1-2公斤米啊。然后他可能有时候也去捡点废品啊，以前的时候麦上面在家的时候经常去捡过废品，不知道现在还捡不捡啊，可能是这样维持生活。然后他说吃菜的话就是吃笋或者野菜。好苦啊，你看你叫坤。你是坤。是坤。嗯。你叫坤是咩？咩牌子？啥坤？咩啊？不是的，鲁能南。鲁能南呀？鲁能南白材料。白。少金少八少。鲁能南呀？嗯，加比了，鲁能南。鲁能南白南坡嘞。白南坡啊？白南坡。坡卖呀？嗯。叫坡卖了。坡卖了。白南坡了。嗯。坡卖白少，白少八三年了。嗯，白少八三，八斤。
นี้มีเพื่อนสองคนเพื่อนไม่อยู่บ้านใดอยู่บ้านงอยเนี่ยบ้านใดบ้านงอยไม่งอย哦，她说她的老公是在那个坐车去万象的那个车站附近。你昆分手完呀？没。婆叫婆叫嘉宾了。婆哦。三十八币。没没要了吧？没送面呢。没送。没送面罢了。嗯。面里面不面铺的上呀？嗯。我那给你来哟。那边路吧。嗯，路面路面包被扫嘛那。嗯，婆买虾饺来哇。虾饺。他这个婆买海边羊。嗯。海边羊婆买。他这个也是一个奇怪的家庭现象，两个女儿嫁出去了，然后儿子死了，剩下媳妇在家里。媳妇找了个老公上门来养他们两老，这个真的是有点不可思议。这不推俺买啊？这不推哈？俺买。俺买。这不推哈吧？偷的。偷等你来不？胡巴去。来。胡巴去偷。这个阿伯好会开玩笑，他说他现在打个电话给麦兄妹，他说我也想见见他。胡巴去你去偷。เซลเพย์เมย์บอก็บัตรต้องป้องกันเมื่อร้านอยู่นอนเมย์เนาะเขานั่งแล้วนี่กลมเมย์คอแม่นนะไม่ขาดเลยเจ้านี่ไงแม่นแม่นเบิ้งกับหูเจ้าจนมาหนาเมย์เอ็นแล้วไม่งั้นเมย์ไม่ได้กินเมย์ไปให้เพิ่ง这个阿伯要他打个电话给马胜妹，但是他说是他妈妈说是去向家弟弟了，没有接他的电话，也有可能是为了避嫌吧。弄的那些比武好些啦，要么是白考，又不带白考。马胜妹的侄子现在一眨眼就是四岁了，以前我在他这里看到他的时候才两岁，小小的，现在一放又是两年过去了。陈姐的1000块钱买了米呀、菜呀，然后还剩下181万老币，我现在把钱拿给他们。啊，沙发地，没得困惊困灾的，是陈姐睡觉，是谢谢靠在陈姐。我找着人了。嗯，靠家的来。哎，没陈姐睡觉，困金铺在地，陈姐睡觉。嗯。你姐不能睡着吗？靠家的来的。嗯。OK。关了，这里。OK。这里我到你那边喝呢，关。我没接你电呢。喝了，我怕给喊。他说祝福我这个无病无痛，顺顺利利，平平安安。OK， 好。他说他们太穷了，找吃的也找不到，挣钱也挣不到。他说谢谢我经常来看他们，帮助他们。我你要不吃啊了。ยังไง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จะปีแล้ว
八十二岁的爸爸，他这个年纪是53岁，然后他卧病在床，应该是3年以上了。然后我第一次遇见八十二岁的时候，就是瘫痪了1年多，现在又是2年过去了。他这个阿伯伯伦他们麦上面的妈妈也是跟他爸爸睡同一张床。白红南婆问白。白红南婆问白。最多的是麦上面的妈妈，也就是他老婆啊。然后他不在的时候，谁在家里就是谁帮助，谁带他去上厕所。以前麦上面在这个家里生活，也是做了很多工作啊，包括卖菜呀，包括送外卖呀，非常的辛苦，送到晚上10点以后。靠应的不？这个阿伯问他是不是把那个饭菜端给他，然后自己吃，就是不需要喂。他说是的。กินข้าวอันแบบประเภทอันนี้ก็กินได้หมดป่ะเออได้หมดบกกรรมยังผักเลยก็กินได้หมดผักเลยก็กินได้ผักให้เย็นเลยลูกเต้นนะกินเพื่อเต้นกินทุกเท่ากินลูกเพื่อเต้นก็ได้เอาเต้นก็ได้มันเลยอยู่แล้วมันเต้นพอเท้าอาบน้ำเผื่อออกไปอาบไม่เท่าไม่เท่าไปยุ่ยเอาไปเอาน้ำมาก็เท่าอะเอาน้ำมาเอาไปเข้าน้ำเอาอาใส่ตัวนี้ไปบ่เออใส่ตัวนี้ไปนั่งตัวนี้ใส่ตัวนี้ไปไม่ได้ใส่เราไม่ใส่ตัวนี้ไปอ่ะเมื่อมึงมีลูกยังไม่ให้ซื้อมาเราเอาเป็นนักเต้นน้ำว่ามือหนึ่งอาบสุมือเลยป่ะหรือว่าคันเป็นมือยากเนาะเอาบุตรทันมาสงสารมืออาเทนยากไปเศร้ากินผู้หนึ่งร้อนบ่เอาไปอาบน้ำเออร้อนแท้พอเท่านี้ซักเครื่องไม่เท่าไว้ซักให้เออไม่เท่าซักนะตอนกลางคืนเจ็บเนี่ยวอะไรเผื่อเอาไปเจ็บเนี่ยวไงเอาตุมาเนี่ยวใส่ตุละทอดเอาไปไว้เมื่อคืนจะเอาไปทอดนะสูบยาบ้างเถอะเออยาสู้เลยกาแฟกินบ่บ่มีแง่ซื้อลงเลยมามีน้ำมีน้ำกินมามีเงินซื้อคอยเบิ่งแล้วพอเท่ากับเท่านั้นที่นี้ลูกชายกับลูกสาวนั้นที่นี้กันบ่ไม่阿伯说他麦上面的爸爸妈妈是睡在这张床，然后他的媳妇和新老公应该就是睡麦上面以前的这张床。接着你娘老娘娃人不？娘来的。阿伯说他爸爸这样子冷也很难，这个热也非常难，反正都是非常的不方便。มันนอนนี่ลงไหลเลยมันมีลูกไส้มันมีพวกเราแอบนั่งเงาเพลิน
哦，阿涵也没得好嘛。月饼啊，干嘛浆啊？有肉。哦，这个月饼忘记带过来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就是叫他过去拿。今天是国庆节啊，我们给他带了月饼，但是忘记拿到这个嘟嘟车上了，因为阿贝他是把他放在后排座位上，一下子忘记了，我们等一下带他过去拿。现在我带他们去拿月饼。不眠，不眠。不明分够快了。这次陈姐除了赞助给麦上面家里1000块钱以外，还给我们广女郎团队赞助了400块钱。我也跟陈姐说了，哪天妹子们的收入很不理想的时候，我就会每个人打赏给他们15万老币啊，就会全部拿给他们。我代表麦上面的朋友，也代表广宇郎团队，非常的感谢陈姐，谢谢你的，谢谢你的帮助支持。这个象征我们中国人团圆的月饼，现在送给他们，就是祝他们生活越来越好，一切顺利。OK 了 ，OK 了，嗯，拜拜，嗯，拜拜，嗯 ，OK， 拜拜了，拜拜了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回去了，祝各位大哥各位家人们粉丝朋友们国庆节快乐，拜拜。